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款非常清新的短甲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姜黄的04号，薄薄的打了两遍底，分别照灯。然后无名指和中指用到46色的07号，打一遍底，照灯。无名指上加固不照灯，把贝壳片和金箔纸搭配好照灯，然后上加固包裹，注意两边要薄一点。然后中指的话用小腰筋的01号做了一个简单的亮片渐变，然后咱们上加固找平，再取出3/1的延长胶拉出贝壳的形状，拉一条照一条，拉好以后呢，咱们再给它搭配上几个小珍珠。接下来咱们用高密度的铂金膏在姜黄上边画出小法式。这个铂金膏它是密合度特别高的，没有流动性，而且超级的亮。画好以后呢，咱们给它上加固包裹，最后全部封层就可以了。学会了吗？我是游夏，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